今回の DVD はですね、まあ、1枚と2枚、2枚の、DVD で作成してるんですけど、1枚目は、基本的なベーシックを基本として、2枚目はそのベーシックを使って応用を、スタイルを作るっていう形で2枚組になってますね。ああ、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り今回の DVD の中ではもう一度皆さんにね、考えてほしいのは、基本となるベーシックっていう部分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やっぱりいろんなところでいろいろとこう事業を進めてて、例えば今年2010年もしくは2011年とかの最新ヘアっていう部分をスタイルを、たくさん教え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それを伝える上でもやっぱり基本となる技術って何十年何百年経っても絶対に変わらないものなんですよ。その部分があってこその今の流行なんで、この部分っていうのを必ず踏まえた上で、じゃあそこから応用っていうものが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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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広がっていくんで、その部分っていうのをもう一度ね、皆さんで考え直して練習し直し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长发发型，由于刘海长度过长，脸周围蓬松度下降，并且头顶长度过长，以及发尾发量过于轻薄，以致形成了整体较平面的发型。虽然接近标准脸型，但腮骨稍有外凸，而且由于侧高骨部分外凸，因此整体呈现偏四方的线条。将蓬松度设定在鼻子的位置，减弱侧高骨外凸印象。从后区开始设定长度，长度设定在胸部以下位置，直线修剪。到外部轮廓线，从中间发片开始，向侧30度提拉发片进行修剪，来创造 A 型发型重要的厚重外部轮廓线。从耳后开始，以刚才修剪过的后区外部轮廓线为导线，向前30度提拉修剪。之后，从耳上点提拉发片，向前45度提拉修剪。通过此方法，可以在保留外部轮廓线亮感的同时，又可以在肩膀前区加入自然的层次效果，从而调节了下巴以下的发量。刘海从顶点到两眼角之间做三角形分区，平行地面提拉至与顶点同等高度，下巴以下5厘米开始至下巴处，以斜向切口进行修剪。脸周围向前45度角提拉，高层次连接刘海修剪。其他发片集中到中心导线进行修剪，这样由于侧面发片比中间发片较长，而发尾处也加入了高层次线条，从而达到去除多余发量的效果。并且因为只对顶区进行了操作，所以不会影响 A 型的基本线条。
补梁须，以顶须最下端的发束作为导线，平行于地面提拉发片，垂直修剪，向后方形提拉发片。此时要注意不要破坏耳后轮廓线。耳上点开始连接后区，平行于地面提拉发片，平行头皮角度设定导线。从第二个发片开始，采用向前30度方形提拉修剪。头顶中心导线，垂直地面提拉发片，平行切口进行修剪。顶须刘海以中心线为导线，垂直于地面提拉发片，平行切口进行操作。脸周围开始竖取发片提拉，从发中开始做内卷，此时是以中角度提拉，从发中开始慢慢向发尾处滑动，同时做卷。第二个发片同样也采用竖取发片发中卷，提拉发片之后夹紧电卷棒，加热2到3次，通过此操作来整理毛鳞片，增加光泽度。后卷和第一个发片不同，赋予变化。股上侧平行地面提拉，发中卷卷至发尾，并将卷度设定在肩膀位置，向前卷。第二个发片向后卷，关键是
此卷曲度要比嫌疑发片的位置设定较高。刘海采用 C 字卷，增加光泽。底区在耳上点分区，发尾开始低角度，以发尾为中心设定卷曲度。此款为 A 型线条，所以发根部分的卷将变成多余的蓬松度，所以没有必要做任何操作。骨梁区在侧高骨上侧分区，低角度提拉，发中卷。由于处于较高位置区域，有可能会露出表面，所以要采用发中卷。顶区，顶区是表现光泽感的重要区域，所以用电卷棒夹2到3次来调整毛鳞片。垂直于地面90度提拉，发中卷、平卷来进行操作。由于采取平卷，产生深度，能够体现出较立体的卷曲效果。脸周围层次和下巴长度的刘海设定，呈现出较立体的印象效果。 A 型线条表现出女性温柔婉蓄，是极具人气的发型。刘海的设定方法也能够期待成